这多少斤啊？500斤啊？400斤，没有斤啊？400斤，解药了。这老驴了吧？老驴。不臭是吧？臭，臭皮了。我这不这。这蹄子都弄了是吧？糗了都。咦，臭死了。 师傅，里头那白的那都是发酵了吧？会的，发酵的是不是可以做酒啊？是啊，驴蹄子酒。越喝越有。蹄心一定要清干净，真臭。看蹄心多大块。 哦，比臭鸡蛋还要臭！真的比臭鸡蛋还要臭。哎，真有劲儿！哟。 还有劲儿，我那次是不让你做，你这是把耳朵捏住了，光是把耳朵捏住了。这个还强点是吧？ 光走吃饭去吃饭挣钱了啊？哎告！你没多少亩，他走了吧？他没这条。应该走了。你们家几啊？五家的。是吧？我铲着点，好多小心小的。他这不的，他这不挑不的。这挑着给铲了。你俩不吃？你俩不吃？你俩没吃？这你铲啥啥合适？铲着驴的就多回去了。不合适了。你这不铲，我一出来大的这部分吃。 多少斤到这？我这多少斤一共？我。没见问过呀。反正是多少？一百那一勺。一百多。啊。一百个还是啥？那也那长啥斤了？穿着一个，我穿着一个。啊。给你咋这么晚？哦，准备咋整？啊。几点来了？13点。7点来了。嗯。啥时候了？ 才挑了这么几头啊！我哥们走了，你就上车跟着走，我晚给人锁车的，装满了车不锈了。哦。师傅，这个梯子也发酵了。嗯。哎呀，坏的。我他妈的前天比后天要坏的多。就手指甲长得比脚指甲长呗。 喂，妹妹，哼哼，让他慢慢挑去吧。妹妹，你说等我回睡一觉再来。不的，不的，你慢慢的，你不让他抢他的。你也是了。这不嘞，长天给我找秘书，不用别词儿，不用。家伙，长天来烦了。没多给人家。都挂了啊。 都空笼了，还有一修好了，不点了。哎呀，一做这个，这。你也是动胎了？啊？你也是动胎了？